这种情况碰过两三次，我就觉得你们好像卖火锅的很了不起啊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做，我自己才开始摸索，所以我的火锅的锅底跟他们的做法是完全不相同，味道要比他们好，他们的缺点我完全没有。 你一个人，你想玩什么玩什么，吃什么吃吃喝喝就这样子，等死而已啊！有什么人生哲学？有什么上帝啊？相信自己，活在当下，做给人家看一下，吃这么开心多好！